感谢感谢台湾独立建国联名。我要在这边要说，不管你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客家人也好，台湾人也好，原住民也好，客家人也是台湾人啊，全部的在这片土地上面认同这个土地的就是台湾人。我们要做台湾人，我们不是中国人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我要出来选举？其实刚才能生大哥讲说，二十几年前我就投入了环保运动。其实我是一开始是投入环保的运动的，我跟很多在这边的前辈教授医生，很多的乡亲，我们一起在这边守护这个土地。上个七月三十一号，高雄的李长荣化工爆炸，我们知道是李长荣的时候，我是想啊，当年邓东西你的七年前，我们把李长荣新竹厂赶走，我们很辛苦的把他赶走，有价值，新竹没有爆炸。我觉得就是有这个价值，李长荣现在一片平地，工厂还在那里，现在那个土地也没有卖掉，所以呢现在要赔偿，要卖他的土地。我们新竹人得到什么？安全，得到干净的空气。为什么我要出来选举？选一个市议员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现在才知道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新竹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住的地方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南区，我住在南门市场旁边。南门市场二十几年来，自从那个地下西大路的地下道弄起来以后，整个市场就没落了。南区本来是很好的地方，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地方，没有人替他讲话，没有人替他着想，南区没落了。做一个市议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，只要用头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。南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克雅溪，克雅溪会淹水耶。克雅溪淹水没有关系，淹水只是 淹到这个很旁边的人，但是克雅溪是新竹科学园区的废水，全部排在那里。科学园区的废水有没有毒？有没有毒？用脑筋想想就知道它有没有毒。但是据说都合乎国家标准，因为没有人去检验啊，没有人去监督啊。我们现在都很害怕 GMP 的油有毒，什么淀粉有毒，毒淀粉毒油，我们要怎么生活啊？所以我们要做台湾人，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活下去，是不是？很多事情市议员是可以做的，真的，我一定会很努力的去做，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，拜托大家。